人为什么一定要传播正能量？物理学告诉我们，自然界是有磁场的。一个人，信念变了，德行就变；德行变了，气场就变；气场变了，磁场就变；磁场变了，风水就变；风水变了，运气就变；运气变了，命运就变。所以，改变命运真正靠的是自身的正能量，厚德载物，内心善良，柔和，宽厚，相由心生，境由心转，学会调整心态，好运随之而来，善心、善语、善行，必善果。